韩市长呢，这个戏称自己呢是卖菜，就是我的朋友呢，这个戏称我呢是龙明兄，因为我的名字叫庄家蛋。那么一个种菜的和一个卖菜的凑在一起啊，就成为了产家销一体化。而产家销一体化呢，就有利于促进呢农民增收，农业增效。这是我要补充的。那么第二点呢，我要补充的呢，我2015年呢，在南平担任市委书记的时候，我呢根据南平生态环境比较优越，农业生产条件比较优越，农产品的品质比较好，所以我当时提出来说，要想方设法把南平的农产品卖出去。同时的话呢，我根据啊这个南平山清水秀，特别啊我们这个是武夷山，武夷山就是在南平市，旅游资源非常丰富，所以我当时啊就在提出来要想方设法把各方的宾客引进来。所以呢，在南平工作期间的话呢，这两篇文章啊，我呢跟我的同事呢一直在全力的推荐他。我们这个许维哲代表呢，过去跟南平啊跟我是同事，他可以证明，你们也可以去查查这个当时啊，闽北日报的一些报道。那么韩市长的话呢，也有这个理念，他也提出来的话呢，就要把产品卖出去，把游客引进来。所以这方面呢，我们是有共识的。所以对韩市长的到来啊，我非常期待。